词作家、曲作家来配合，我也接触过一些的词曲作家，他们把这种方式啊，就是说，规定一个主题，请您来写，叫做命题作文。那么您对这种创作是不是有一些逆反心理？因为有一些人是不太喜欢这样的。自古以来，文章就是有两种写法，一种是自发式的，有感而发，一种是命题式的，一种是命题式的。命题式实际上对作者的一种。还有一些这样的现象，就是现在很多啊，就是有的时候一首歌词能够谱成好几个。